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出席工聯會一個長者活動時話：希望社會各界唔好懼怕任何阻撓，有信心同勇氣如常生活。我哋唔能夠怕，我哋更加唔能夠俾啲黑衣暴徒咧以為我哋克服喺佢哋嘅淫威底下。上星期日咧，我坐住政府嘅 AM 牌車，我換名牌，唔需要怕呢啲人。再 AM 牌車去邊度咧？我去旺角金魚街買金魚，過年啊嘛，我去旺角。回去買了兩串水仙糖回去戒水仙，跟住呢我一個禮拜去三次的灣仔街市買餸，回屋企過正常生活。過去六七個月從來沒有人在我耳邊大聲喊過一句任何口號任何說話，所以呢我們有信心有底氣過正常生活。